此乃芒国上古祖先夜郎王墓之所在。夜郎王玉璧，青世难得，难掩其辉，其价值非城池所能比拟。墓里明明是我们老祖宗的宝贝。那个族长，可能就是盗墓贼过来了。献祭的小红是怎么回事呢？出事了嘛？他们就觉得要平息这个怒火，砍死了，后还没完呢。我们要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着呢？要挖开墓室，就会放我们回家。这又是个阵法，看起来。五行合一，相生相连，五路皆通，生门即开。听到我心跳了吗？这是那些宝贝是吗？好多灵呢，你们小心点。我们一动宝藏就。对，会天崩地裂，连累一众村民。他们集体复活，我不敢走，我需要逃跑。